据香港媒体报道，曾与吴谦宇交往的林峰，二人的关系早已被指转淡，连春节也是各顾各，外界并不看好这段恋情。近来林峰与家人到香港的主题乐园畅玩，被发现同行有位长发姑娘在左右，经网友人肉搜查后得知那女子是名为张馨月的模特，今年24岁，比林峰小足足14年。张馨月赢过2010年全国时尚内衣模特大赛亚军，她常在微博等发放性感照片，其中她的泳装照相当惹火，但腋下也有伤痕，其胸部可能经过加工。不久前有网友在香港海洋公园偶遇林峰，他身边除了爸爸妈妈之外，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子，这种场面一看就绝对是相亲。有网友对照过林峰在畅游乐园的相近时间，同样身处乐园的张馨月放上社交网的照片，发现相中她的手机壳和平时使用的相同，推断张馨月当时应是和林峰同行，不过她的照片没有见到林峰。对于这名新欢，林峰的公司方面表示不予回应，而吴谦宇那边也不愿多提，相信旧人离场，新人上场，大概已成定局。